是，浅显跳线要接个电源，15电源，这个多大？就自动读取手动显车型，我们就按自动读取那个编号，ECU 编号。看这边，上面有型号98820 3DS0A，大小小无所谓。然后我们用这种ECU在平台上操作的时候，我们要接这个线嘛。这是看协议的，我们这边有个接线头，点左下角。这边有接线头，根据这个定义把它接好。这是我们自己做的，前协议跳线跟那个 OpenStar 做的是线的颜色不一样的，根据我们上面线的标号标出来的那个信息来贴那个差对应的差就行了。然后这个还有个注意点，就是这个做看高看低看看 bus 协议的，这高看低看这两条线还要再接一个120伏的电阻，高看低看，不然你读不出数据，这个有的意思就是读不出来的。像这个意思你不接就读不出来。好，现在我们就读一下它的故障吧。也可以读它的 EEPROM 数据，现在开始。这些保存路径啊。就去这里面找就行了。对，电压断开，30秒。不然他那个可能会各种各样的，那就到这。